比尔。大家好，我们今天要做雨伞。要用什么材料？要用美国的那种铁的那种，叫做花材。那不是花材，对，它是小的花。那必须的，是不是？저도이빨에이거다르죠이거좀더이거할까요진짜너와진짜이거똥지마저있어이거는더眼睛나不说你放眼睛放眼睛总掉在腿我告诉你还有两个瑞星放在那边懂吗你们两个人是我的叫我跳你们两个人第十四不要再推不用再跌了下这样子的能够放哪里不要太高不要太高那么高